橫康位於旺角洋松街62號的重建項目，接近187伙，主打就是細單位，間隔由開放式去到一房。這個就是它的電梯大堂，個走廊幾闊的，這間210呎的開放式，一入嚟就一眼看完了，浴室、廚房，廚房在個露台邊，我們這樣望一望，一眼看完了，樓底就比較高。同埋佢呢度就讲系六分钟就可以去到太子站，都方便嘅。转过嚟呢边就浴室啦，个浴室就真系纤巧，即系利用晒所有空间。一句说话，你真系要比较瘦削，你先用到，即系唔好太肥真系。不过佢啲功能区同埋啲储物架系做得相当靓。咁門後面有個鞋櫃啦，咁呢個櫃都幾深嘅。OK， 下面擺鞋咯，上面都有啲收納物。成個廳直行就一個長形嘅露台啦，就三合一嘅，就擺咗個冷氣機分體，望出去就有海景，好 surprise。咁呢邊就望翻嚟會方嗰邊。擺位都係咁啦，你可以起閣樓，咁下面就有活動空間咯。呢度就一個主食區，咁有埋啲焗爐啊，雪櫃就比較細啦，但係都係一兩個人住 OK 嘅。廚房就係一字型，櫃台就唔多啊。呢間就有裝修嘅，咁做咗一個閣樓，實地版本一張餐台 ，sofa 對住個。厨房好得意，然后呢个就望出去都海景啦，靓。上面个设计其实几得嘅，做一个书台咁喺上面伸只脚落嚟 ，OK 嘅。个厨房都 OK 嘅，浴室啦，基本上够细，够靓仔。有呢度就有个衣柜，咁都几 OK 嘅。上面就系 studio 嘅睡房区，咁嘅开放式就纯粹俾年轻人上车，或者纯粹买间类似酒店嚟收租，就咁简单嘅啫。如果自己去整类似咁嘅阁楼，我向啲装修师傅 call 过价，都超过100,000蚊嘅。